知道这边有一个不错的餐厅，带你们去吃，好不好？ Yeah! 我请客，滴滴出钱， yeah! 好不好？好。这是地中海的料理，非常健康的蔬菜，它是综合食蔬的部分。林立，肚子饿，快点！哎、欸，你不要看那么久，快点啊！哦，后面的你看到没有？啊，等下后面有。你有没有什么学长照顾你的感人的故事？学长都非常照顾我、啊。我们以前就是有女生更衣室，然后那个学姐都会抓我们没有擦窗钩，可是窗钩平常都不会去看她，不会去开门，然后她都在拿卫生纸直接去抹这样，然后被罚，就是又心机很重。你会吗？你会检查你的学妹窗钩吗？我那时候有啊。你就是你窗钩，窗钩哎，对，会检查啊。啊，窗钩为什么？那个没有你刚，这边是高，这边是高，这边是高。没有你，对，你忘了雅婷，连那个边边角角都要把它整理好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听我讲，为什么要去检查他有没有打扫好窗钩这件事情？是因为我们必须要要求学妹，你做任何一件事情态度有没有做到位？对啊，跟你训练在练运动的意思是一样的。我只记得我刚加入球队的时候，原本小学都是学长就可能我小四加球队，然后学长就可能小六。然后第一次变高一的时候加球队的时候，就像这样，真的跟我杰哥跟我差有一段距离，那真的会被吓到。然后如果跟学长练习比赛的时候，你会不敢赢球，就是算分数，他问几比几的时候会，学长几比几，对，会不敢赢球，压力很大。那时候学长谁那么弱？没有，没有，谁那么弱？亚王哥，哎，哎，外送平台，这不是我的吧？你不要等下去啦，不会啦，不是我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很准，我常常在台北都玩那个，你看，哎，重点是这不是我的，是谁的？应该是我，谁的意大利面？应该是我的吧？这应该是那不勒斯吧？为什么要发抖呢？不能抖。不能笑，直接好了，直接好了没？耳朵不可以空，那就要远一点。远一点。哇！哇！好了，我们刚才的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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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没有没有，那拿你的跟我换啊。意大利面，那放中间。蒋总，你知道那个肉是植物肉吗？植物肉，这是植物肉，你知道吗？它不是真的肉，它口感很好，味道不错。这样，他把这技术拿来，我怕被搞坏。就我们大家都快吃完了，他还剩很多。对，还有对，很有这个。